小点啊，接水果啊，到了，接水果啊，小点，到地方了啊，小点，小点，哎呦，到了。哎呀妈呀，天经理，天经理、啊、快告诉我那个落水的孩子救上来没有啊，救上来了。哎呦我的妈，你不知道啊，哎呀那个情况非常的危急啊，我正巡逻呢，就看着一个孩子扑通一下就掉水里了、啊、我当时二话没说做了一个标准的扎猛子，噗呲我就扎进去了，我扎得很深，我扎得很远，然后呢？不知道。我说你扎猛子干啥呀？你走过去不就得了吗？哎呀，这孩子你说的这个轻松，还走过去啊？我怎么走？那水那么深啊，给孩子都没了。还那么深，那水就到这儿。就这么深吗？啊？哎呦我的妈！你不是，我就纳闷了，你怎么出现在现场了呢？我不听见你喊了吗？到那一看呢，你跟孩子在水里面正扑腾呢、啊、我直接就给你俩救上来了。我跟你说还真别说，咱哥俩配合的真挺好，感谢田经理出现的非常及时啊。我说你胆挺大呀，不会游泳就敢跳水救孩子啊？我想那么多了吗？哎，我说到了以后呛了第一口水我才反应过来我不会游泳。那咱也不，哎呀，这些都是次要，是不是？田经理，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我想问你点事儿。说。你发朋友圈了吗？发了。发朋友圈了，发的是你，奋不顾身救上了一个落水儿童。太棒了啊，太棒了，你说我喜欢的那个小秘密他能看着不？应该能看见，我有的好友。漂亮，这事儿干得漂亮啊，这事儿啊啊。那个田经理，我能不能再求你点事儿？说。就是秘密看到这个朋友圈他一定会来看我，对不对？看我的时候啊，你千万别跟他讲说你把我和孩子救上岸了，你就跟他讲，哎，我跳水救孩子这段行不行？为啥呀？这么跟你解释，嗯，秘密心中一直想着说他的另一半应该是个英雄，嗯，那、啊、是个有男人味儿的人，嗯，所以说我就想能不能借着这个事儿让他对我印象好一点。那个我明白了，但是我这个人呢说话比较直，我不会撒谎。不，田经理，这跟撒谎没有关系，你这属于啥呀？成人之美。行，反正你确实是想救人。对，我确实。放心，没问题，是不是啊？这回来吧，我让秘密知道知道，我是个英勇的男人，我是个勇敢的男人，我是个积极上进的男人。你现在是个落水的男人，赶紧把衣服换了吧，别感冒了啊。不换，让感冒来的更猛烈些吧。呛水呛懵了吧？啊，我没病找病啊？不是，田经理，你没明白，我要是这个状态的话，我就能观察出来秘密是不是关心我，但心在不在我这儿。于小脸，于小脸，于小脸，小脸，笨笨，于小脸呢？后面呢？于小脸。不，不要直勾勾的看着我，我从你的眼神里看出了满满的爱意。闭嘴！我问你一下呀，刚才朋友圈里发的那个
救孩子的英雄，真是你吗？不要叫我英雄。救一个孩子就成英雄了啊？我认为一天救一个孩子那才叫英雄。帮我那些孩子吧，啊，谁家孩子没事吃饱撑的往水里掉啊？于小冉，真没看出来呀、啊，真是你呀、啊？这你还怀疑我吗？啊？我们田经理发的朋友圈，这事儿还能有假吗？我跟你说，于小冉，你救孩子这事儿在朋友圈里现在老火了，好多人留言啊。啊，我看还有人说家长要亲自来感谢你，还要请你去学校做讲演、做报告。做报告啊？那得多少人知道啊？我就想让你知道就够了。于小冉，我今天才看清你，你原来这么伟大，这么帅呀、啊！嘘，低调做人，高调做事儿、这才是我于小脸的原则。对对对，低调低调。那、哎、你给我讲一讲，怎么回事？当时、哎、情况是万般的险恶呀！啊，一个孩子，扑通一下就掉水里了。然后二话没说，做了个标准的扎猛子，我噗呲我扎进去了，我扎得很深，我扎得很远啊。这个时候，我到了水里，我就觉得有什么东西紧紧地抓住了我的面部。水里有什么东西？他脸插泥里了。我说今天脸怎么有点短呢？哎呦我天哪，这还短呢，就万幸了。泥里没石头，有石头成饼脸了。嗯，哎，啊啊，然后，哎，讲，我就挣扎的艰难呢、哎。我先拔出了我的脸。哎呦，这，我就觉得我这肚子我胀胀的。怎么了？枪是枪的呗。出来的时候啊。吐了一大桶泥，还有一条鱼。啊，那是泥鳅鱼。你就别跟他掺和了，泥鳅鱼。后来呢？后来。嗯。后来，我渴了。啊？那啥，不是，我说我现在渴了，你给我整点水。哎呦，我于小脸啊。在河里喝那么多水还没喝够啊？这你说那玩意儿说的，河里喝那玩意儿上岸不都吐出来了吗？我现在就渴了，渴了，渴了，渴了！我给你倒水去啊！不是，这真渴啊！渴啥？我干水我都恶心。这不前面段我那都讲完了，再讲穿帮了，打马虎眼的吗？兄弟忘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啊，水来了。于小脸，水，喝呀！你不是渴了吗？喝吧！哎呀，咋的了？咋的了？我有点晕水，现在我。于小脸啊，你这衣服全湿了，你现在是不是难受呀？对，你怎么知道呢？我难受，我头疼，头疼没事，我给你按一下就好了。按，来，哎呀，不用给他按呐，谁脑袋插泥里都疼。干啥呢？插水。哎呦我，咋的啦？我现在头疼。啊，没事吧？嗯。往后讲讲吧。后来呢？讲完了。没有，后来再后来，对，后来、后来我讲到哪儿了啊？那个讲到吐了一条泥鳅鱼。对，当时啊，我吐一条泥鳅，我老吐什么泥鳅鱼呢？贝贝、啊、你别说话。好，我听当事人讲呢。后来都是毒怨他。笨笨，你看你就你瞎插话吧，他都忘了。你讲吧。不讲啊？不让我说话吗？现在可以说了，你讲来，你讲。后来小脸，那我讲了。讲你就讲。
我就认那段儿。当时情况万般险恶啊，后面就该上岸了。我对对对对，后面那个小脸就一手拉一个就上岸了。小脸，我听明白了，你真的好伟大，你真的好帅。哎，小脸是不是特别有男人味？特别有，太棒了。小脸，哎，不对呀，笨笨，于小脸下水救人，你衣服咋湿的？对呀，我下去救的人，你衣服咋湿了呢？来吧，你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是这样啊，我背小脸回来的，小脸全身湿了，我这不全身不也湿了吗？合理不合理？不合理，你背他，你后背应该是，你前面咋湿的？来，请继续合理。是这样啊，哎呀，我这个背小脸啊，就是太累了，就是背着回来，我就发现呢，就是好像是背不动了，然后我就去换个面吧，就给他就给抱回来了。合理呀、啊？不合理？你俩今天怎么回事啊？莫名其妙的。田经理，是不是有啥事骗我？田经理，哎呀，客气，哎呀，行，太感谢你了，我今天就特意来感谢你的。应该的。你说那时候多危急呀、啊！谢谢你救了我的孩子，儿子，快点，谢谢田叔叔，谢谢田叔叔，谢谢小脸叔叔。哎呀，看着，谢谢我了。等会儿，孩子，我问问你。到底谁救的你啊？是这样的，哎，咪咪，你看这儿看特清楚，你看当时啊，让一个过路人给拍下来了，就他们救的，你看多清楚啊，这视频。儿子，你看看，于小脸儿，这个孩子拍背的是笨笨吧？对呀、啊。在旁边吐泥的这个是你吧？对呀、啊。我不仅吐泥，我还吐鱼了。小脸叔叔，你吐的鱼我都给你养起来了。小脸，怎么回事？你不说你救的人吗？你给我个解释，你也合理一下。这个视频的我当他孩子。说呀。还，完事我。说呀。说呀。我错了。我做错的事，就中间有环境，我不应该骗你。哎呀，这么说吧，那个。是我们田经理救的孩子，不仅救了孩子，还把我给救上岸了。于小脸，万万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我今天终于看清你了。不是，咪咪，你误会他了。其实第一个跳水救孩子的就是小脸，他不会游泳，但是他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自己，而是孩子。他的这份举动，这个精神，不值得大家感谢吗？小脸。刚才误会你了，你依然是很伟大，依然是很帅。哎呀，你老说帅，能不能换个词儿？这词儿都说两遍了。会啥词儿啊？什么，非我不嫁啥的。讨厌。